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的是啊，托比高级词汇名词的综合练习。那么在之前的四节课里面呢，我们学习了40个重要的名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起巩固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题目呢？다음과로에알맞은것을고르십시오。选择能够填进这个括号里面正确的一项啊，都是我们讲过的内容啊，我们复习一下。那么第一个题，我们看一下。부리기에아까워아아나부리기에아까워몇 군데 怎么样呢？맡겨두니 아주 새것 같다。那么부리기에아까워아아깝다表示呢可惜啊，부리다表示扔掉啊，扔掉这个事情呢非常的可惜，所以呢我几处这个 군데 表示呢处几个地方啊，几个地方怎么样以后呢？那么马吉德尼啊怎么样呢？非常的像新的一样啊，像新的一样。那么我进行了几次的修理啊？那么哪一个是修理呢？我们看第一个查浪啊，查浪是夸耀、骄傲、自豪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孙记啊，孙记呢是这个修理的意思，所以呢第二个选项呢是正确的。第三个选项呢，살림是这个生活的意思啊，生活。那么第四个呢，혜택表示呢这个优惠这样的意思啊，这个优惠实惠的意思，所以这里应该选什么呢？孙记啊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单词就学过的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그는이전의경험을怎么样的으로새로운사업에도전을했다。那么他呢，凭借着以前的这个经验啊，경험是经验的意思啊，凭借着这个经验怎么呢？새로운啊，新的这个事业呢，他挑战了这个新的事业啊。那么以前经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대상啊，대상呢是对象的一个汉字词。那么第二个呢，바탕啊，바탕我们说过是基础啊，以前的这个经验呢为基础，开始了新的事业，所以第二个바탕是正确的。那么第三个呢，관심啊，관심是关心的意思。第四个呢，도전，도전呢是挑战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啊，그는가정형편이어려워지자그의꿈을없이접었다啊。那么그는他呢，가정형편，那这个형편我们以前也讲过了，家庭的这个家境啊，家境呢어려워지다变得很困难，어렵다是变，后面加这个아지다表示。